不打能行吗？美国鬼子是把火烧了朝鲜，烧中国，为了那个祖国，为了胜利去奋斗。人家飞机大炮坦克，我们小门加步枪，我们靠什么？怎么打？靠什么？还是靠啊，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。连续打了四个战役，把美国鬼子就是顶过去了。但这个时间内，部队的伤亡很大。现在已经同意了，双方都同意了，咱们跟那个美国谈判，谈判决定不打了。不打了以后，什么时候兑现呢？12个小时以后，我飞机不再响了，没声音了。我们大伙这一听就乐了，咵把帽子都扔了，扔到天上去，然后跳到水里，就都特别高兴。说我们终于迎接了胜利。